你是这是属于让我他妈小刀拉屁股让我开了眼，真的。你开不开眼，你也让我开眼了。我说白了，我这辈没点过你这么菜的黑板。我说白了，我也没遇见过你这么傻逼的那老板。你说你想我玩什么？老板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我看用什么英雄可以搭配你，好吗？可以，因为我的你看人，哎呦我的妈！我的游戏体验并不重要，最主要是你的游戏体验。这你懂吗？这才是真的陪玩应该有的那种态度，太得劲儿。是啊，动不动石头不理我，我还得上来这么石头，太得劲儿了，太得劲儿了。没有。你要是能再撒个娇，那这。等一下，因为两位姐姐，我一开始当陪玩的时候，我经常会被老板骂，知道吗？骂我是傻逼。为啥呀？因为我一开始也不会做，因为我一开始会把自己的游戏体验放第一位，我后来发现错了，我得把老板的游戏体验放第一位，知道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要么说网络道路你挣钱呢？有分的，真的。要么说网络道路你挣钱呢？要么说没有。因为我之前被骂过来的，我也是被骂过来的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俩这是朋友，不用担心那么多。以后姐萌萌给你担，姐萌萌不是我跟他是朋友吧？你跟他是怎么个事？我说跟你。哦，好了，话听不出来。那行。老板，你玩露露是吧？因为你刚才玩辅助没人保护，我的意思就是，要么我来保护你。可以，哎呀，做我的保安。你看人家，我打个哪路，那好像打野丢野区了，从来没见过，只见对面打野。那可能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嗯，好。老板，你的进攻，你是那种进攻型的？我看你打法好凶啊，感觉。啊，对。我感觉打得挺凶。虽然我脾气温柔，但是我打得凶。你看到了吧，我可能说话比较凶啊，知道吧，但是咱内心我姐也好，我姐就是东北、机会，东北人都这样。点了，放我放了。你打他，对他打不打我，你打他就行了，他小心。我在打，没事儿。他跑了。嗯，真的。对，上路我来了，姐小心。那就干他呗，人呢？哎，啊，棒棒！来，给我个来个盾吧。哎，咱们得找机会。能，但我快没蓝了，我跟你说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看他们拿个黑暗收割。哎，又做眼了。我们俩比赛，看谁跑得快吧。哦，看谁快，我腿比你长。你一米六是吧？好。你看人家俩甜蜜双排，我要上路孤儿。我操了！我一米六，但是我有 W。他刚放了眼，我绕一下视野。嗯，姐，你知道我多高吗？听你声音，你听我声音，一米七几吧？一米七几啊，差不多吧。南方大多数都是一米七几。我大概在一米七五左右，做八哥。完了，我又死了，哥们，你在那干啥？也去逛街呢？你被单杀了呀，姐啊！我知道他跟野区逛街，他就不能来帮帮我吗？人家被三个人、两三个人追，他帮你，他自身都难保了，离库擦护河。哎，找不着闪，我找个闪吧。我这么相信你，每次这样不好看吧，石头？别怕姐，我有治疗。我不怕，我把盾给你。啊，这个我真没盾。死，漂亮，还行。这飞机是路人是吧？这是卡莎。我野区一直被别人。我真服了，我打马他们玩哪个路，你哪个路你不来？我刚才是不是去了呀，姐？他第一波就去你上路了。他哎，不是前面那几把你们能看见吗？我在哪路，我都求着他来，他都不来。他不是帮你了吗？第一波。啊。不是。嗯，那前面那几把呢，我求着他来他都不来。那打野肯定有自己的节奏啊，我觉得。别说了，我这把好好打行吗？嗯，不是，你好好，你哪把不这么说呀？你
先别去呀。啊，你哪把不这么说呀？我好好打，我好好打，哪把好好打了？你们也别劝我，如果你们是老板那个位置，你们就知道为啥我为啥生气了。那你说我哪把没好好打呀，姐？我你说我人头比他少，那他杀的多。行了，你每次你上来就把大话先说吹到天上。我不知道咋说的。你上来就不是你上来就唱吹牛逼，但是你拿战绩说话，我每把我都信你，我也没有换陪玩，我觉得我仁至义尽了，对不对？我前面我也没跟你发脾气，现在呢？漂亮，打得好呀！你为啥不是你为啥打的菜你就不能承认呢？算了，我不说了。不是你别狗叫了行吗？我操，玩个游戏呢吗？狗叫啊！你自己上来，你自己上来吹牛逼，说自己厉害，多厉害，多厉害，然后呢？谁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。再说了，我今天我也没有坑啊。我还得等你感冒好了呗，实在不行，我等疫情结束，行吗？你说你上路老被人单杀，你说你怪我头上？那你不来帮忙，那怎么让你打野干哈？摆着看呢？啊？我真就服了，真的。闭了闭了闭了，我真服了。你说我前两把我相信他好，我说没问题没关系，这钱我输我认了，没无所谓。不是，我就接个单子，你把我当孙子了。那你上来吹啥牛逼呀？你他妈爱打不打行吗？啥叫爱打不打呀？那你退我单来，你当老板，有本事你当老板，你超级女生，我超级女生。啊！你爱超级啥超级啥，你看。让我无所顾忌。你上来吹牛逼，你说行，我肯定行。我上把又杀二十个，又三十个，七十八的，三十个二十个的。我说我信你，没事，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我也没说啥吧。然后呢？我一个小时40块钱，我给你当儿子，还是你给我当爹呀？干啥呀？啥叫当儿子当爹呀？你会说说两句，不会说你把扁桃体摘除，听见了吗？你说我点你个陪玩不够我生气的。我本来挺好，我现在气脑血栓都犯了。你别嘎嘣一下过去了。人家拿 AD 都三个人头，你一个打野，咱说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不围着你上路转，我能这样啊？你围着我上路转啥了？又围着我上路转，总共我见你两回。你说白了，你两回不来，我都不知道你玩的啥。哎，没有没有。你说人家，你看人家点的这个陪玩，哎，脾气又好，又不吹牛逼，就是尽力。你呢，上来吹上牛逼，我说行，咱们东北老爷们就好吹点牛逼，但是呢。不是啊，但是呢，你当时说你拿出实力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今天丢人，丢，咱说输钱我认了，丢人。你要是输不起，咱就不玩这游戏呗。你点个陪玩，你刚开始跟我说要这么玩的吗？那你别吹牛逼呀、啊哎！啥叫吹牛逼呀、啊？你说你实在不行情况下，我换个陪玩行不行？给谁花钱不是花呀？爱给谁花、啊、给谁花行吧？我真服了，爱给谁花给谁花，你没词儿，你没话了。不想跟你吵，没素质。你没上过学呀、啊？这东北老娘们儿讲话太怼不。你让他俩评评理，你说我要就但凡他俩任何一个人点着这样陪玩，谁不生气？几把别叭叭了，行不行？我给你机会，我天天放你马，我放马的呀。我建筑工人，我天天给你抬阶下。你比我老还能叭叭，真的。你拿我跟你老比呢？别叭叭了，行不行？能玩就玩，咱不能玩，咱就不玩，咱就把单子退了，行吗？别玩，别玩，那就退呗。别鸡巴玩了，好吧？退退退，行。不鸡巴玩了，你们玩吧，好吧？你骂人怎么这么脏啊？我骂人脏，我可一个脏字没说、啊。我没骂你，我不是说你，我不是说你，我不是说你。
我不是说你，吓，气死我了，我气死我了。丹姐，这把也算钱吧，丹姐。算，我输不起，我看你能送多少，我看看来。算了，我都说了，就接投诉就完了。不是你上来问人这种话啥意思啊？你他妈也送了行吗？他这就是帮我抓的两波，见吗？这就是帮我抓的。这个钱老子不要了，哎、别叭叭了。我就叭叭，你老板我老板。你别狗叫了行不行？哎，你是脑残吧？打的 ，nice， 打得好。你是不是脑残呢？我容忍你对吧？我啥我都没说，我还夸你。你容忍，我还容忍你呢？一点逼钱，我操！那你别挣这钱呢？那你别挣这钱呢？我们寒冰也不玩了。寒冰刚才我开炮的时候 ，AD 不帮他挡，送人头了。如果我说我辅助是个这样，送人头进来，我也不想玩。你等着吧。送呗送呗，蛋蛋你听没？他说他都要送人头了，你送不是吧？你嫌我输不起啊？你小心他给你送破产，我老实说。没事，真的就有钱就输得起。你看你多有钱呗，你有钱你有钱呗，我操！等一会儿偷拽，懂我意思吗？咱俩没他对面有送头的，对面。你拿不着啊？我真服了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。我在。哎，这是怎么个事儿？啊，完了，我大了，不行，得自己手太慢了。瞅瞅你自己玩的那个样。我玩啥样用你评论呢？啊？我玩啥样用你评论呢？我真是给你好脸给多了，真的，其他啥都不是。你快跑，不用管他，你快跑。我上不了，没办法。你也就是个手残党，嘴厉害。哎，我嘴厉害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说你玩那个样，我操，零杠八，四个人能玩出零杠八来、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爱玩啥样玩啥样。嗯，等一会儿，能不能别吵啦？别吵了，这有什么好吵、我想跟他吵吗？他自己说话什么样，你们听不出来啊？我没说你一个不字吧？前几把一个不字没说吧？你看你这把玩的，还没说呢，你还没说呢，啥样叫说呀？啥样叫说啊？你三杠六这还早呢，一会儿三杠六十都有可能。我跟你讲，三杠六十可以，你随便，你爱送，爱鸡巴咋地就咋地，行不行？你三杠六十，我真是给你点好脸了，真的。你会不会嘴巴笑烂？三杠六十，六十得到多少？我真是给你点好脸。小心啊！你就等着吃投诉吧。哼。你就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的活该你单价40，你这辈就40了，真的，这辈没有上升空间了。四十挺高的了。对呀、不是，你说我前期我啥我没说他吧，我一句不没说他吧，他就这么跟我玩，那行，你就玩呗。说了，但是没骂人，算吧，对，应该算没骂人。哎，他人呢？前面几把我一把我不说你行吗？我觉得你干陪玩你也挺不容易，我拿你当人看，你拿我当人看吗？我说白了，我拿你当人看了，你拿我当人看了吗？上来又是大师，又是这又是那的，上来自报上家门了。我的妈！哎，等一会儿，怎么个事儿啊？上来自报家门，我大师，今天我低了个脑袋，我就是 C， 然后呢？我肚子疼，等一会儿。他追他死了。我低了个脑袋，我就是 C， 我忘死 C， 然后呢？你是这是属于让我他妈小刀拉屁股，让我开了眼，真的。你开不开眼？你也让我开眼了。我说白了，我这辈没点过你这么菜的陪玩。我说白了，我也没遇见过你这么傻逼的他妈老板。哎呦我
哎呀，等一会儿，哎我的妈，哎、气死我，真气死我了！你上来骂上我了，你真的哥们儿、嗯，我就说白了，你这辈子你那个狗脑袋，赶紧去送啊！你啊，听我说、啊，你搁后面蹦跶啥呢？你要是说有老板，你挣钱比我丢钱都难受，真的哥们儿。对，别去，别去。走了吧，能明白什么叫你挣钱比我丢钱都难受吗？能明白吗？这就是你所谓来帮我帮帮送脸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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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完你我回来一组也没刷，你让人单杀了，你怪我呀？我说白了这辈子你在家吃不上四个菜吧，上不了桌吧？你行，你明天你就吃上四个菜，四个菜吃全了。我真服了，光着膀子吗？你真是全身除了嘴硬哪儿都不硬，真的。嗯嗯嗯，花点钱他妈真当自己是、嗯、是。我没有说我花点钱我怎么地，对吧？我前面我够给你面儿。我不管你打啥样，我啥都没说，对不对？我打啥样啊？我打啥样啊？你打啥样？拉人家九个人头打啥样？上来问我上来问我要吃上大鹅了，打啥样？能不能？你心里没数啊？自己去看看战绩，去复盘好吧？复啥盘呢？复啥盘？你不也输了吗？复盘，你还有脸提着复盘了？嗯嗯，哎，完了。嗯，哎呦我的妈，气死我了！是不是输了？你这样，你可别气死了，气死了！明天我上你家搂席去了。行不行？搂席？你上我家搂席，你配上我家桌吗？你上我家搂上席了？你是不是还得喂？是不是还得折了？还得带点走？我拉尿了。你刚才去干什么？憋不住了，能不能说的文明一点，说厕所 WC 或者说 toilet。 刚才上 WC 了。哎，可以，好的。我没有大、嗯、哇完了，人家团打完了你上了，孩子死了你来奶了，多吓人。哎不是还能这样吗？这个你瞅吗？打团不来，还是人都死了，上来就来脾气了。我今天我干死他们。你管我咋玩呢？反正我也不挣你钱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看嘴多硬，你以后就犟嘴行不行？你别犟舌，叫犟嘴。哎，这嘴真的好硬啊！你管我咋玩呢？叫犟嘴，以后你叫犟嘴，听着没？我叫犟嘴，我叫你爹名都行，犟嘴，你还给我改上名了。哎呀，有毛病啊！这样吵，等一会儿，哎，瞅，那俩小腿跑不动，弄四个腿你都跑不动。我的妈呀！你别嘴硬了行吗？你要实在没话，你不用说；你要实在没话的情况下。嗯你别说了，你没话你就别说，别硬说。哼，咧了个大嘴，一天就说，我就说。你就说，你舅妈还说呢，你就说。哎呦我的妈，你有话没话呀？你舅没告你啊，不能骂人呐。谁骂你？我说你带姨脏字了吗？没有吧？哎，你说你打的菜，我还不能说你？我跪着跟你打游戏得了呗，完事我还给你结账，我跪着跟你玩，行吗？我跪着不需要你结账啊，不需要你结账，今天就当爷送你了，行吧？哎呦，你可就别送我了，这个石头跟我以前一模一样啊，在哪里的？嗯，要不我闭麦？哥不怪你，下回这样事真的，哥们，下回这样事真少干，听见没有？真少干。就帮不起，还非要让帮他，你帮你有啥用啊？咱说帮你啊！哎，我打那你是陪玩，我打上单，你打野，我让你帮我有毛病吗？没毛病吧？我觉得一点毛病没有。哥们儿，你尽量多杀哥们儿啊，多挣点，哦，机会不多了。
我多说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他花钱我都乐意，说白了给你这样花钱我都刺挠，你就是那个冤种，你挣钱你就是那个冤种，知道吧？不是你见过这样式陪玩吗？见没见过？今天让你见着了，怎么的？上来骂要不要妈妈要不要买个门票啊？我还买上来见着了，没见过啊？我还买上门票了，我还买上门票了，多吓人呢！你要真是没话说，不会说的情况下，你会说？你那张嘴除了巴巴骂人，你还能干点啥呀？我骂谁了？半天我说的话有理当吗？你身为一个陪玩，我说白了，你身为一个陪玩，你上来攻击老板，我啥话没说啊？我不挣你钱了，你算个勾巴老板呢？你不挣我钱，你退，行不行？你别跟我打游戏，我就现在看着你，我不烦别人，真的。嗯。谁他妈接你单能他妈能好受啊？我操！我说白了，我以前点的陪玩，我对他们都成好了，就你啊，你真是特殊，真例外呀！你继续编，权威呀，编，你真是给我搞破防了，你国服盖伦呐，哥们儿！你咋不当编剧去呢？你之前点的陪玩都那样，我咋不信呢？哎呦我操！可温柔了，不是，你问问蛋蛋，棍子姐，我还用问吗？这他妈今天明摆的事放在这儿，我还用问谁呀？我问。哎、我去救一下他，我只对你这样，你能明白吗，哥们儿？我还是你的唯一了呗，你还只对我这样？态度很好，啊、咱又我咱也不说态度好不好的情况下，nice, 可以、啊。咱做人都讲究一个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礼尚往来。你要今天给了书杯，我都高兴，能明白吗？那你给的呀，我操，多给他几单，哥们儿，多挣他几单，五十一单吗？不是，你给他下200单。行吗？你不有钱吗？我看看。你给他下200单。不是，我想问问你哥们儿，你平时有老板吗，哥们儿？啊？你说谁呀？说我呀？说你呀？那不然我说谁呀？过去大龙啦，大龙。我没老板，我干这个，但是我真的没遇见过你这样式的。老板怎么二五眼呢？让他去睡觉觉。啊不是你们老板都二五眼呢，你老板都冤种。哎，来，nice， 可以。你看人家打的，你看你，哎呦我的妈，死的比我还早。对，0-11咋出来的呢？我这么死命送了，我才送12个，你那11个你没送啊？我送咋的？我就乐送，怎么了？我跟乐送，你有钱你乐送呗，我操！我跟他比，你跟他比呀、啊？你说你那小嘴那么能叭叭呢？你德云社出来的呀？郭德纲是你师傅啊？不是，啊、郭德纲是不是？你是郭德纲他妈关门弟子吧？你是？我为喝彩而生。小龙。他在哪？没事。真的，哥们，你真是陪玩界一朵奇葩。你可别叫我哥们了，我他妈承受不起，我没有你这样式的哥们。看这把你还能赢了啊？他有大，我不想赢了，行吗，哥们儿？有你在我这辈赢不了，哥们儿你快走吧！你要真是想干点人事，你就快走，行吗？你对了，行不行？我不能，那我不能退，我得让我这哥们儿多杀点，多挣点钱呢。那我能退吗？哥们儿长，哥们儿短了，又不是你。都是鸡巴干陪玩的，能多挣点是一点。你看人家来真来，真是这钱花的我舒服，我高兴，真的。那你也来一个呗，你高兴你来一个呗。哼，用你来一个呗，我看看你陪玩我陪玩，你来一个，你不大师吗？作品，我是你大叔。你不大师吗？嗯，你们都吵半个小时了，对啊。哎呦我真服了，我真不想跟他说话了，真的哥们儿。那你别叭叭了呗，你把麦闭上，你给耳朵塞上，你给嘴巴糊上。哎呦我的天，你别上，不想说话你还跟我说，那你不找添堵呢吗？你不是那个冤种吗？你纯纯冤种吧，你是哥们儿，我庇护你周全。哎呦我的妈，你看他上了，他低了个大脑瓜，他上了。哎呦，哎，我在。他太痛了。嗯。
兄弟们，我要换装备吗？兄弟们，要不要换？你也就是在网上你能。能八八八，我现实也比你，我现实也高你一等。你要不在我旁边啊，我拿个502给你那小嘴给你粘上，真的，一会儿那口水都呲我身上了。你让我在你旁边呢，你做什么梦了？多吓人呢！我做什么感觉跟你旁边了？你醒醒呗！咱东北有你这样的人，真是，啊丢人！东北有你这样人，我也好，我还想感谢，挺栓 Q 的，说白挺栓 Q。你可挺真会栓 Q。栓 Q。真能酸呢，不想笑，我挺酸的，我说白了。嗯，那你说我你可别学了姐，我点以我点以前的陪玩我这样过吗？你说句良心话，蛋蛋，很少。你跟人学点好吧姐，就很少，没有跟这些人能学点啥呀？不是，头看我不行了，舔上你了。出门吵架也不会输，我跟你说，就但凡你们两张嘴，就我背着张，我就感觉我能笑，就哎完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没事。要么打他龙吗？我说白了，我打游戏我从来没这样破防过，我真破防，真不是输钱输的，就是犟嘴，就是犟嘴。气死！就是跟我犟嘴。我都他妈乐上了，哎呦我的天！一波吗？来了一波一波。我真服了。嗯。是不是这辈没见过这么犟人啊？你下把你就给我滚，听见没有？给我滚！你我还乐意跟你打呀。这三个字吧，滚犊子！我还乐意跟你打呀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想挣点币钱，你上来你还不出力？我说了，我不要你的钱。啊！不要我的钱，不要我的钱，你要我。你要钱，你他妈要钱，你看我给不给？我给也行啊，我说白了，一点逼钱谁还没有啊？哎呀，你可有钱了，你多有钱呢？有钱没钱的，我也不差你这他妈三十二十的。家咋没了？玩你妈！这游戏玩你妈！玩你妈呀！哎，别这样，棍子姐。游戏玩你妈呀！狗叫一整局了，你说他？你没狗叫，你没狗叫，你没狗叫，你别生气，我真服了。我都不想，我都不乐意搭理你，真的。建模，我看到了。哎，你还关心上人？哎，小心，你真阴阳啊！哎呦我，你真是那个绿茶呀，咱说呀。哎呦我的天！我有一个问题啥呢？就是你嘴就是别那么硬行吗？求你了，别那么硬。你要是真行，你就拿出本事说话，你别嘴硬了。我嘴硬不硬的，你管我呢？啊，你管我呢？我嘴硬不硬的？我属鸭子的，我嘴硬。那五，你用我叫他妈是属。那好了，怪不得我叫石头呢，要不然能叫石头吗？我嘴硬啊。那好了，没有招啊。哎，那好，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咋整？好，哎，别气，棍子姐，跟个傻杯似的。你啊，对啊，石头你也别这么大气，哎，别这么生气，可不就是个傻杯吗？我操，你那前两句忍了，那白了，我都没骂你傻杯，你上来骂着我傻杯，你多贱呢？啊，你说这游戏我输的，我还得听着你骂我，等会不真服了。等会不玩了，别生气。你让他滚，我游戏我还得接着玩，让他滚行吗？让他滚呢！啊，等一下。我是个有职业素养的，我必须把这把打完，我才能走，傻杯。妈的，我有我的职业素养。操你妈！等会儿，保护我，保护我，给电脑拍黑了。别，我来了。哎，你瞅瞅这四条腿，你来看看这四条腿搁这不动了，哎，又动上了。好了。哎呦我操，跟残废似的。别像个傻逼似的，行不行？我求你了。别骂。你不是，哎呦我的妈！你有朋友吗？现实那么请问。不是，棍子姐，你骂那个别笑的跟傻逼似的，我感觉你在骂我。他笑的跟傻逼，你笑的像仙女。别这样。
我现在真是瞅着他不翻别人了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太好了！你滚，抓紧滚石头，你抓紧打着车滚，快滚，快滚！走了，傻呗！快滚呐、啊！我的妈呀！我去，能滚吗？能滚吗？问你能不能滚？哎，我的妈呀！记得去投诉我啊！哎呀，你多恶心！记得去投诉我啊！我的妈，多贱呢！你说你这样人多贱呢！我说白了。嗯，那姐这把还算吗？姐，算这把算，就 算我钱花给你，我就高兴，能明白吗？没事没事，他肯定等一下。我给我姐妹存几单，我高兴。你说你、嗯，你说我再遇上这种陪玩，我俩真的，我只能活到26岁。我跟你算一下，没几年活到了。